娘 jeans。 今天为什么这么特别，老娘会特地的出现呢？除了我们昨天10月10号双十节的时候精英课室上市3周年，除此之外呢，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就是我的现实生活的身份这样。首先来回答几个你们常问的问题好了。第一题，老娘你什么时候还会开台？开台呢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，因为其实老娘不是台湾人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我不是台湾人。那老娘是哪里人？马来西亚。之前会开台是因为我在台湾念书，因为开台是用那个 Twitch 嘛，然后 Twitch 在台湾比较顺畅一点，但是我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呢就很难开台，因为一，这边的网路非常的慢，二，台湾的英雄联盟已经阻挡了来自除了港澳台以外的 IP， 就是说我在马来西亚没有办法玩台服，所以要在马来西亚开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第二题，老娘你为什么都不出现？你到底在忙什么？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工作是驻唱歌手，就是在小酒馆的地方唱歌这样子。除此之外呢，我最近有在经营我自己的 YouTube， 对，就是我自己的 YouTube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频道呢，就是我自己的 YouTube。还在等什么？还不快来按订阅？因为在粉专上面有蛮多是因为看我实况而来的人，然后呢我想说我既然不开实况了，然后我又有经营自己的 YouTube， 所以我想把基因科斯跟老娘这两个人分开，以后这边就是专门分享有关基因科斯的资讯，然后呢另一边就是我自己的 YouTube 这样子。然后我自己的 YouTube 呢叫做 Anima Jeans， AnimaA-N-I-M-A， 然后就是 Jinx J-I-N-X， 然后我自己的中文的本名，你还是一样可以在那边叫我老娘，没有关系，我就会知道你是从基因科斯粉专过来的粉丝，我会好好的招待你。好，总结一下，我叫阿尼玛，我来自马来西亚，我今年18岁，我的职业是驻唱歌手还有 YouTuber。我好像忘了讲什么哎、欸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很重要，所以要说3遍。老娘是男生，老娘是男生，没有听错，老娘是男生。好好好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想要收赞的赶快收赞好吗？我们很不缺赞。但是如果你还是一样爱我呢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老白，你觉得我漂亮吗？好，就这样啦，我们有缘再见。